大家好，我是黄天恩，平时朋友都叫我做天恩的。现在呢，我的工作身份比较多，有戏剧工作者啦，又是一个演员，有时还会做导演。关于细个志愿，我中学的时候呢，其实是想去读环保的。点知呢，去到高中就来要考大学的时候呢，之前那几年呢，越做越多关于演员的工作。做下就问自己，哇，究竟我真的喜欢做什么呢？我最有信心是做什么呢？原来我觉得做演员应该是我最有信心，所以我最后就去了读演员。现在梦想就可以好好地发展我自己的演员事业。一方面在香港发展我的事业之余，其实我都会在澳门继续将我学到的教给我们的下一辈，我们的年轻人。希望除了我自己或者观众可以感受到这种戏剧力量之外，也都可以影响到他们成为我们的一部分，可以继续发挥戏剧的力量，影响其他人。实现梦想最困难的地方就是梦想的名字好像叫梦一样，好像和现实生活是有距离，不是很拉，好像追梦想就是不对一样。所以其实做演员做艺术这条路是难的，一方面要你又要找到食，另一方面你又想做到自己想做的事。这个是我觉得最困难的地方，但是我觉得只要有信心，你只要有信念，你够胆去行的话，我觉得路是人行出来的。关于梦想，我最想跟年轻人讲的就是不要让他只是发梦，一定要去 take action。 因为以前我去读的时候，我家原本都是不支持很反对的，但是我觉得只要我们真的想去做，认清自己的方向的话，我觉得没有事是不行的。如果只是坐在这里，我很想啊，很想啊，慢慢呢时间就过去了。所以呢，只要抓住自己我希望想做我自己的事，没有事是不行的。所以 take action。 我是黄天恩，我是一个戏剧工作者，亦都是演员，亦都是一个导演。 Good